火龙果加香蕉，炸他。十天后换老公，番茄加苹果，炸他。让你白到像灯泡，奇异果加黄瓜，炸他。小度小度不见了。榨汁贝贝给你们升级了，从八叶刀头升级成十叶刀头，榨汁碎冰更细腻了，还送可拆洗的吸管，不用担心洗不干净。榨个夏天素颜水，加上200K，扭紧盖子，按两下启动，十叶刀头就是很来劲，打开直饮口，哈入吸管就可以喝了，这也太细腻了吧。仙女们夏天维 C 记得要加满，好想来杯新鲜橙汁啊。橙汁安排。你这是干啥？你不要喝橙汁吗？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还可以免开盖指引呢。现在咱这好多渣的。实力证明，细腻无渣。这么细腻啊！罗亚的榨汁机是升级版的八叶破壁刀头，180度，每分钟22000转，破壁无死角，10秒钟啊，打真冰啊，迅速成沙。打开呢还能当杯子用，这个吸管还能翻开清洗，太吸引我这种洁癖症了。充一次电啊，可以榨足足16杯。咱们女孩子呀，出门携带很方便，又得补充维生素，多喝呀，奶昔和果汁，姐妹们赶紧安排上吧。